平安，早晨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在敬拜的当中支取神的能力，我们要看到神的能力介入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求你能力何其的伟大，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虽然我看到的是不可能的现实，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求你能力何其的伟大，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虽然我看到的是不可能的现实，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当我感到软弱无助，你能力显得完全，我要全心的相信你身体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那是依靠你的灵。我向你全心祈祷，你身体如此真实。祝你能力何其的伟大，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虽然我看到的是不可能的现实，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祝你能力何其的伟大，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虽然我看到的是不可能的现实，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当我感到软弱无助，你能力显得完全，我要全心的相信你身体如此真实，而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向你全心祈祷，你身体如此真理，神迹确实靠近在这运行，而我要凭信心的生命。当我感到软弱无助，你能力显得完全，我要全心的相信你身体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灵。我向你全心祈祷，你身体如此真实。我向你全心祈祷，你身体如此。神，主啊，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你的全能就要介入在我们的环境当中。主啊，因此今天早晨我们来依靠你，我们选择来依靠你。主啊，不依靠自己，也不依靠我们的环境。主啊，愿你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出你的大能。谢谢主，垂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在过去，我们这个礼拜，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旨意，而我们看到神的旨意是何等的善良、纯全、可喜悦。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不但是要明白神的旨意，让我们对神的旨意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所以我们再来宣告这十个
经文，我们共同的祷告跟宣言。来，我不要做糊涂人，要查验明白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阿们。我定义不用无知的言语，是父神你的旨意隐藏拦阻暧昧不明。阿们。我决心不为自己废弃藐视至高神的旨意，愿从心里乐意遵行神的旨意。阿们。面对不同看法争议，我们共同的决议就是愿主的旨意成就。阿们。求主帮助我们的祷告恳求都是照神旨意求。阿们。我们要效法耶稣，以遵行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成为我们共同的食物。阿们。求主使众圣徒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并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阿们。我要效法大卫，成为合神心意，凡事遵行你的旨意，按你旨意服侍我这一世代的人。阿们。我愿忍耐行完神的旨意，不从人的情欲，但从神的旨意度余下的光阴。阿们。我要效法保罗，对神的旨意没有一样必会不传的。阿们。我要效法保罗，对于神的旨意没有一样是必会不传的。我们过去六天，我们圣经可以查到直接讲到神的旨意，我们过去六天全部都讲，而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在圣经里面直接讲明是神的旨意的，我们今天最后我们要来，我们一起看希伯来书第二章三节四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们若忽略这样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另外我们也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们一起念。来，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不但是用我们的言语来做见证，神更是用他的神迹全能来做见证，而这一件事是神的旨意，是很神清楚的旨意，而神的旨意是不改变的。神的带领在不同的时候，在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神的带领可能不一样，但是神的旨意是不会改变的。富勒神学院退休的老教授柯瑞福，他曾经写了文章，也写了一本书，那本书里面提到说一个缺失的一个面相，他提到整本圣经有三方面的面相，一个面相是关系的面相，另外一个面相是真理的面相，还有一个面相是能力的面相。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讲真理，讲真道，但是有一些时候我们不够看重关系，而这个关系包含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有我们跟人的关系。有人说整本圣经是讲关系的，一方面我们跟神之间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我们的神，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就是要爱人如己，而这个关系是有真理的基础，必须要在真理的基础的里面建立合乎真理的关系。但是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就是能力。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很多谈到能力、神迹、奇事。真理假如缺少能力，我们就没有能力把真理行出来。关系假如没有能力，我们就没有能力来爱神，我们就没有能力来爱人。很多的时候我们讲真理，我们讲关系，但是能力这个面向却缺少了。他形容说好像是一个桌面，在桌子的这个桌面这个是关系，然后桌角是真理，真理的角，那真理的角另外能力也是这个 桌子的角。假如缺了一个角，这个桌子就不稳。也许我们用椅子来说，椅子那个角假如两个角是真理，真理的角，另外两个角这个是能力的角，而面一个面，这个椅子的面，这个是椅子的这个背，这个是跟神的关系，椅子的面是跟人的关系。换一句话说，这个真理这个角是不能缺少的，是重要的。但是假如只有真理的角，这个是椅子是不稳的，同样需要能力把这个椅子能够稳住。弟兄姊妹，其实教会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强调真道，我们强调灵粮，属灵的粮食，我们也强调我们的关系，但是我们忽略的能力。其实关系、真理、能力，这是互补的，是互相需要的，是不可以分的，是缺一不可的。但是非常可惜，在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在神学上面有一些的看法，认为这是神迹奇事这一件事是一个在耶稣那个时代，换言之说也是在好像圣经还没有完整的时候需要神迹奇事。但是这个时代圣经已经都写完了，真理都已经清楚了，所以神迹的时代过去了。所以我们看到有认为说圣灵的恩赐已经过去了，圣灵的恩赐是在使徒行传那个时候，那个时代有圣灵的恩赐，所以神迹奇事是在那个时候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里面写的神迹奇事这样的证印证是神的旨意，我想我们提到了神的旨意是不改变的，神的带领会有一些改变，但是神迹奇事不是神的带领，神迹奇事是神的旨意。初代的教会需要神迹奇事，历代的教会需要神迹奇事，现代的教会一样是需要神迹奇事，神的旨意是不更改的。我想我们看到刚刚另外读的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那里说，我把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去，他提到第一是言语，这是真理，但是他提到另外就是全能跟圣灵，这是能力，另外就是充足的信心，还有怎样的为人，这四方面好像是见证的四个角，需要言语的见证，但是需要全能、能力、圣灵能力的见证，还有需要信心的见证，还有需要为人，我们的为人的见证，而这些是缺一不可的。所以保罗能够把福音传到帖撒罗尼迦，保罗把福音不管是传到帖撒罗尼迦、哥林多、以弗所、
其实每一个地方不独在乎言语，是在全能跟圣灵充足的信心，还有怎样为人。现在我们传福音，不管是传福音在台湾，在香港，在中国，在各地华人的地方一样，我们需要言语，需要真理，我们需要全能圣灵，还有充足的信心，还有怎样的为人。弟兄姊妹，我相信今天是需要全能宣教的时代。我们看到神在这些世代里面，让我们仍然看见神奇妙的大能来印证我们所传的道。我想我们听到一个见证，那个见证就是有一个传福音宣教士，他去传福音，然后坐在飞机上面非常的疲倦。当他非常疲倦的时候，他就希望说不要有人打扰，使他能够休息一下，因为非常的累。但是忽然神的话临到他，就在他同一排的中间的一个人，神说你要去为他祷告，他的膝盖非常的疼痛。后来他就起来了，他就跑到那里跟那个人讲，他说你是不是膝盖很痛？他说你怎么知道？他说神刚刚对我说要我为你祷告。后来那个人起来了，他就在那个这个飞机上面的走道为他按手祷告，他就整个倒下来了。一倒下来的时候，刚好空中小姐跑过来，然后他说哎，什么事什么事，你怎么把人推倒啊？那个人后来就起来说，不是，他为我祷告，我膝盖很痛，但是他祷告完了，我现在膝盖好了。那个空中小姐就跟那个人说，哎呀，我的腰非常的痛，我从早上痛到现在，你能不能为我祷告？后来他也为那个空中小姐祷告，哎，那个空中小姐就好了。然后后来空中小姐就去广播说，我们这里有一个人祷告，你们假如有身体有疼痛的，有疾病的，你们到经济舱的中间那边什么地方。哦，后来排队很多人去祷告，神在那里医治很多人。弟兄姊妹，惊叹神的大能。我们传福音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充足的信心，还有怎样的为人。我相信这个时代是神迹的时代，阿们。我相信神迹奇事是神的旨意，阿们。好不好，我们来祷告。我祷告一句，你们跟着我来祷告。父神，感谢你。父神，感谢你。你是全能的神。你是全能的神。用神迹奇事异能。用神迹奇事异能。证实福音真道是你的旨意。证实福音真道是你的旨意。也是你的心意。也是你的心意。耶稣，我们赞美你。耶稣，我们赞美你。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永远不改变。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永不改变。你所做的事，信你的人也要做。你所做的事，信你的人也要做，并且做更大的事。并且做更大的事。圣灵，我们爱你。圣灵，我们爱你。在圣灵里，我们必得能力。在圣灵里，我们必得能力。施展全能，做荣耀的见证。施展全能，做荣耀的见证。奉主圣名求。奉主圣名求。阿门。阿门。我们来祷告，求主赦免教会过去受圣灵恩赐终结论的影响，认定启示已经完成，不需要神迹奇事的见证，使教会长期失去能力的面向。求主使我们再一次认定神迹奇事异能的见证是神的旨意，是不更改的旨意。好不好，我们一起，我们同声的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在我们当中来向你在教会过去受到圣灵的恩赐，求主来教会过去受到圣灵的恩赐，在圣灵的影响都需要受到圣灵的恩赐，不能使教会过去受到圣灵的恩赐，受到圣灵的恩赐，在圣灵的恩赐，在教会过去受到圣灵的恩赐，求主来教会过去受到圣灵的恩赐。
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来赦免过去我们受到圣灵恩赐终结论的影响，以至于我们总觉得神的启示已经完成了，不需要再有神迹启示。但是我们也再次来到你面前，主啊，承认主啊，我们教会长期就失去主啊能力的面向。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你求神你帮助我们，神迹奇事异能乃是证实主啊，这是你的真道，主啊，是你的心意。我们求神你也来帮助教会，再次来拾起过去所失去的信心，也能够重新也能够得着能力来证实我们所传的道。主，我们赞美你，愿你自己主啊，圣灵的能力加在我们的身上，也求你再次把充足的信心加在我们的身上，帮助我们。主啊，你所做的我们也要做，并且做比你更大的事。Amen。 主，我们赞美你。Amen。 我们求主使普世华人的教会，不管是在台湾、在香港、在中国、在海外各地的华人，让我们在不管在哪里传福音，让我们效法保罗传福音，造就门徒，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圣灵，并充足的信心，而怎样的为人，好不好？我们为全世普世的华人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声开口祷告。谢谢我们的赞助，谢谢我们的支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让我们的教会就是来建立建造教会，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在远洋的上帝，在东部南部北部的中部，欢迎我们的福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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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主啊，你要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来证实我们所传的真道。因此主啊，我们要为着海内外华人的教会来祷告，主啊，帮助教会，主啊，不只是在医治布道会上偶尔有这个全能侍奉而已，而是让每个教会开始看重每一次的主日小组聚会，我们都能够拿起这个权柄来释放你的大能。主啊，甚至求你来差派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当我们回到办公职场，我们的家庭当中，主啊，甚至当我们到街道上的时候，我们都要看见这个全能服事要被彰显出来。主啊，你所做的事信你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这比这更大的事。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赞美你，让我们感到软弱无助，你的能力显得完全。当教会华人教会感觉无力的时候，你的能力显得完全。我们全心的相信神迹如此的真实，奉主的名，阿们。当我感到软弱无助，你能力显得完全，我要全心的相信你神迹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灵。我向你全心祈祷，你神迹如此真实。当我感到软弱无助，你的力显得完全，我要全心的相信你神迹如此真实。